我要坐小三通去厦门了哦，第一次，下次我要自己去找小谢，所以正在学。好。等一下，今天小妹吃的馒头大哈，这次中了。雍和会是我跟珍姐跟我，还有就是那天我吃东西很想吐，只是我不想影响你们，所以姐。哇，全部都是海鲜呢！各位，今天吃的怎么样？嗯，啊，好了吗？哎，吃的怎么样？还没有满足，但肚子装不下。小姐发表一下，不错，已经顶到这了。再加油，先生，帅哥，吃饱了吗？哦，一根筋，吃饱了，吃饱了。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吃的什么东西。来不要太快了，让他看看吃什么。结束了吗？啊，终于吃完。我们有限定要去哪一家？没有，只是逛一逛。好啊，好特别哦。答应活的哦，这个都是活的哦，它都是现煮现用的哦。他们还在挑，不知道要吃什么。厦门啊，我伫厦门啊。虾子加蛋叫虾扯蛋。
你要吃小吃吗？里面看一下，来，小吃都有。厦门的饭店。哎，那。快快快，小羊在吃这个虫虫哦，虫虫口味如何？我们叫了那个四颗高啊，那个一条根的鸡蛋，对，它是卤蛋是吗？那等一下坐下来吃。我要杯高粱酒加多一点的咖啡。好啊，你要冰的美式还是有要加奶的？美式加高粱。好，要不要喝醉的？要喝醉的。你就点一个醉蟹。对啊，其他没点。你没有兴趣，小妹看看。有啊，很好，今天给我。有，他有点，我有点。他今天要喝什么？我点了，我点了。哦，你有点了，嗯、哦，你有点。是他的那个小东西。哎呦，不要跳出来！要不要是？哎呀，没看到哎。吓死我了！海里面的东西啦，生物啦。哎，有人啊，有人！我终于看到人了。这里还是厦门，我这觉得蛮沿路都没人，终于现在有人。晓得。三姐也不吃吗？八是竹笋肉、竹笋汤、白灼章鱼，非常好吃。这么快啊？当成他去日本确实是护照就 OK 了，特别拿起来。出国关，我今天去日本去太多趟了，他日本真的就是护照就搞定了，他已经忘记。近期都在往日本跑，都是一个护照就可以走了啊。
他完全就忽略到要带这个那个台胞证的问题，真笑死。这个相当于走那个所谓的小山坡的，对对对，是小山坡。不还好，我们有早出门哦，早出门。那个叫我们说运气也算好，他刚好遇到这个女生，到码头，这个女生到码头一个小时前，登船前一个小时就可以。我们一个半半以上哦，我们一个半。对啊。那这个那等阿桃吧，那太长了。饿啊！你怎么饿啊？现在在等船票，在等三姐，三姐没有带台胞证、身份证。所以他回来，他去请成本。好，哎，终于有人了。等人，等人，等人。他怎样想要我的眼睛？姐等三姐，武汤王武汤，石井武汤武汤，有，没有那么夸张，很大，这里超级大。这个是限量版的，这可以的，因为这个在直播，这个应该是熟的，这个感觉口感。解锁小三通，我要在前面。今天的解锁小三通，小杨、米华、三姐、今夏这里的主角躲起来了。太好笑了。也不先观察，不知道有没有拍到。等船票，十点半要坐船。现在等三姐去申请户籍誊本，因为她没有带台胞证、身份证，所以申请户籍誊本比较快，申请身份证会比较慢。所以现在在等三姐过来。她如果来得及9:40，那就还赶得上；如果她来不及9:40，她就要自己另外买票。
哒哒哒。现在在金门的船务公司，要等坐船去厦门。我们现在在试着用小三通。当地的带我们再寻找，先逛一圈，再决定要吃什么。这里的特色就是喇叭，你看，哟。很特别吧？厦门去逛那个鞋子，买了三双鞋子，他没穿，然后觉得很丑。是张家界吗？没有，在这里。这里在厦门买的。那时候在那个厦门，我们这那个在厦门买的。哎呀，就在那个。为什么觉得很丑？烟台山布鞋吗？下面灰蓝下面买的。是啊，就是皮。的那个鞋子我觉得不好，回去觉得很丑，都没穿。金门，我要登船了，小三通，解锁小三通。我要去小三通了哦，小三通去大陆哦。下次带哥哥他们来小三通试试看。小三通好多人哦，本来金门完全没看到人，现在人一堆耶，一堆人，一堆人。好，过几天新的保姆又那个，我啦。手撕鸭，我在金门的第八市场，不是厦门，从金门小三通过来厦门，现在在厦门，然后现在逛一逛，等一下才要找吃的，吃的，开始逛了，怎样？